网上超火的年货糕点礼盒试吃来喽，这么批量谁看了会不心动啊。今天收到了两个超精致的年货礼盒，这个锦绣礼盒还是龙年限定，里面是八种口味漂亮曲奇和三种糕点，有样有料，狠狠爱了。这个鎏金纳福礼盒也是相当气派，上层糕点，下层花酥，还有茶叶，中式氛围感直接拉满。